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12月23号的3:58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刚去了一趟超市，因为今天就是要去采买很多的 Christmas 的一些零食啊，还有巧克力，所以我刚刚去了一趟超市。然后我家里其实是有圣诞树的，但是今天已经12月23号了，我居然还没有 set up 起来，我觉得非常的夸张，因为前几周真的是莫名的非常的忙碌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装圣诞树。然后我想说今年可能就是需要再多添购一些可能圣诞的装饰，还有一些花跟树等等的，所以我刚刚去了一趟花木市场去买了一些东西。我想说呢，在 set up 这个圣诞树之前呢，我应该来吃一个麦当劳的鸡块，让自己充满能量，然后再开始进行这个 deco 的工作。现在在等待鸡块送达的过程中呢，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刚刚去超市买了一些什么。首先呢，有桂冠的鲜肉汤圆，然后再来是我最爱的芝麻还有花生，想说晚上可以来煮个汤圆吃。现在就要来进入到我们比较不健康的圣诞节零食系列。首先我买了一个很像放大版的奇多，就叫做 Cheese Curse。 OK， 我们就等吃了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吃。买了非常多的巧克力，还有很多的饼干。哦，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吃，这个是我这次买的是 Caramel 的 Corn， 这个就非常的就是适合配电视或配电影一起就是快速的吃完它。非常非常多的巧克力，我买了 Landed 的这个 Milk Chocolate， 还有这个 Assorted 的 Chocolate。 最后呢，还有一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巧克力，就是卷心酥这个牌子的，超级好吃，大家如果有去超市有看到的话可以试试看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刚刚吃完了我的午餐之后呢，就快速的进行了一个圣诞大扫除。我想大家应该不太会在圣诞节进行大扫除吧，但我个人是觉得家里干净之后，然后再开始 set up， 然后 set up 完之后呢，我就完成了，我就可以好好的休息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process 比较好，所以我刚刚就还是扫除了一下我的家，就我简单的打扫了一下。然后呢，今天最大的目标呢，就是要把这一棵去年的圣诞树重新的 set up 起来，然后就是把家里就是再布置的更圣诞节一点。所以呢，现在就是事不宜迟，我们就赶快来就是组装我们的圣诞树。OK。OK，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圣诞树，
终于 set up 好了。我发现一件超级蠢的事情，就是原来我去年没有装那个圣诞树的电池，所以去年没有亮灯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年我们是有让它亮的，然后有准备非常多的零食，还有就是一些花。所以呢，终于我们的圣诞树在12月23号 set up 好了。终于 ready for Christmas. I'm so happy. Okay, so Christmas tree. Check. Hello, 大家。今天晚上是我们的一个 Christmas 的聚会，然后我想说，我也不知道要准备什么礼物给大家，所以不如就来写个卡片好了。刚好就是前几天去逛成品，有看到很多的卡片。所以我想说，就是手写一下卡片给朋友们，就是纪念一下 Christmas。大家 Merry Christmas， 然后我想说今天的行程蛮丰富的，所以我也想来记录一下 Christmas 的行程。首先呢，中午有一个 family 的，有一个家人的 Christmas lunch， 然后下午的话可能会去买一些圣诞礼物，晚上的话在家里吃 Christmas dinner，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现在呢，我在前往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面包店，就是我订了一个国王派，现在要去取货。我们要去的是 Our's Bakery， 现在在快速的赶时间，那我们等等见，拜拜。今天是12月25号的晚上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 Christmas dinner 有什么东西呢？首先，我们有乌龙面的部分，非常适合今天冬天的天气。再来，我们点了一个非常巨大的 pizza， 而且是芝心饼皮。然后是我心心念念的韩式炸鸡。最后呢，是我们的甜点，这次点了两个非常 fluffy 的东西，一个是国王派，右边的是国王派，左边的是圣诞巴布卡，然后配了一瓶 Moscato。 对面的人在做什么？这是一个寿星，每次都在骚扰我的神，还有三个，真的是每年每年，不是，是每一次，每次出门餐厅都有这个问题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十五年如一日。那中山茶就是一定会选一杯。辛苦我们。请问一下，什么是中山茶？就是孙中山喝的茶。认真吗？不知道。这好像是一个咖喱和牛泡芙的部分。Are you excited? Oh, I want. 好，谢谢。Christmas gift. 好重。啊，我真的超喜欢，一摸就爱上的东西是什么 ？A 八的 A 八。围巾吗？对，不是，里面还有一个。还是以为包装的是骗人的。这没什么包装，这个纸袋。
哦，这个不错哎，拖鞋，而且它超软。可以摸一下，拖鞋是毛毛拖鞋。嗯，还有 Christmas。对，这个是我用尽生命在包装的一个，因为我超级不会打结。撒蹦吗 ？Yes。哎，我本来要买撒蹦哎，好险我没有买。我本来买它的护手霜吗？这一个是 hand cream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身体乳液。护理师永远不缺护手霜，是不是？就永远都可以再一条，因为你会用完。觉得满意吗？这是好久，这好久。身体乳液。我本来买它的那个磨砂的那个去角。我帮你选了，没有不是帮你选，我有帮你们选的口味，就是我觉得是很 OK 的那种。我是用一个蓝。那是那个什么？经典的那个什么绿玫瑰白茶。我最喜欢绿玫瑰。他们家产品就是绿玫瑰最好，不要绿玫瑰，绿玫瑰就是绿玫瑰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是已经过完 Christmas 之后了，但是我刚刚在剪 Vlogmas 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我有一个东西想要跟大家一起开箱，就是我的 Nespresso 这个倒数月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 Nespresso 的倒数月曆，打开之后是长这样，就是它应该有非常多颗。应该是有非常多颗胶囊，我们简单的先开个五颗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好了。12月1号的，12月2号的这一颗很好看呢。12月3号，12月4号，12月5号的，24号礼物呢？我猜测应该是一个马克杯，没有错，就是一个，哇哦！简单的马克杯，白色的，然后是跟就是叫 Lumi 吗的一个 collection， 是一个这个 collection 的马克杯。这个马克杯的材质还不错。我想说这个 Vlogmas 一定要记录一下，就是开这个 Nespresso 圣诞礼盒的时候，因为我今年自己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个 Nespresso 的圣诞倒数月历，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把它放到我的 Vlogmas 里面。这是我刚刚开了的五颗胶囊，然后还有一个杯子，我觉得超棒的。